给钱吧，给钱吧，给钱，给钱，呀呀呀，钱给钱！哎呀，这手气不错啊！就是，哎呀，来来来，钱给钱啊！没有啊，给钱呀！啊，不大，没钱了，嘿，哎呀，诸位，哎，你们继续玩的尽兴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嘿，嗯，嘿，你想赖账啊？兄弟们，别让他走了，别走，钱给我。把手放开，拿你们账簿子去，用刀子刻上。来日我一两不差的还给你们，差一两，你们放我的血。等等，刘公公，您忘了您怎么收拾我们了？您别赢着高兴，输了就不痛快啊，拍拍屁股就走，不能够啊！就是啊，小子，我，哎，刘公公，走也行。你这个扳指不错吧？把这个扳指留下来。对对对，这扳指是皇上赏的，能随便给你吗？知道是皇上赏的，才让他搁这儿呢。对，搁这儿了，搁这儿，搁这儿。行了行了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别伤了和气。刘公公，进一步讲话。终于大了，我买了那么多手。刘公公，有个朋友想见你，您待会儿再走。行吗？啊，朋友，就是啊，来来来，哎，下注下注，谁？您见着就知道了。哎，下注了下注了，买点红条，来，进来吧。把门关上。郡王爷，刘公公，你倒是坐呀，老这么站着，咱怎么说话呀？早听说有个刘公公赌技高超，我还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您呐！头两天您把那帮家伙给赢的。一个个都想把自个儿给扇了，都说不切下一块去的话，这辈子都赢不了您呢。嘿，这正准备挨刀呢，您这挨过刀的就输起来拦不住了。就跟你们八旗兵上战场一个样，生死有命，输赢在天呢。哎，说得好。就凭您把赌场当成了战场，您就是我常阿黛的知音，佩服了。郡王爷，您声色犬马，无所不惊，这路人皆知啊。可在皇城根底下开赌局子，恐怕就没几个人知道了吧。没错，知道的都是像您这样的，瘾大的不得了，哪怕皇上为这事儿要宰了他，脑袋落地之前也得紧着赌一把。哼，我服啊。郡王爷，八旗子弟不得经商，这是新朝的铁律，您知法犯法，奴才我更佩服啊。彼此彼此，惺惺惜惺惺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所作略同，所言也略同啊。啊，刘公公，不，吴公公，嗯。我看咱也别藏着掖着的了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常阿黛打算跟您说点正经事儿。那咱们就把不正经的都含在嘴里头，别吐出来啊。我要是把心掏出来搁在您手上，烫不着您吧？那要不是心，是块烙铁呢。他要是块烙铁，
我在我肋骨上扒个口子，我把它再割回去，您看行不？来人呢？在。刘公公欠他们多少？36000两。哼，我付了。依堂兄说来，这将门之后，还真是个难得的才女子。这美貌嘛，倒也寻常。其聪慧和娴雅，确实少见。哼，经堂兄一说，还真让我伤心啊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我伤心之至。皇上，您怎么了？喝醉酒了？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我已经醉得很深了，恐怕已经应醉误事了。皇上，我如有出言不当，您尽管责罚我好了。责罚你有什么用？还是责罚我自己吧。您何必这么说呢？上苍的责罚已经落在我的头上了。皇上，您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堂兄，我知道你说话一向不大诳语，即你所夸的好女子，必是真真切切的好女子。看来我只能隔山望月，雾里看花，与她失之交臂了。皇上您这么说，我就更加不懂了。秀女尚未开学，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。您说什么？说什么也没用，我已经把他让给博果尔了。你别这样看着我。就是那个一根筋的家伙。博果尔对我说，他看中了一个秀女，让我成全他，我便成全了他。如同儿戏。博果尔对功名利禄上的得失一向在意，太妃更加在意。即便不说，其意思也是写在脸上的。就算早知道乌云珠是何许人也，博果尔一开口，我还有多少转还的余地呢？太后知道了，我怎么敢？你明知故问。真没想到，博果尔真是有福之人呢。哼，区区一个秀女而已，我已经不在意了，你又何必在意呢？如果真是恶硕托付了你，我既不怪罪他，也不怪罪你，只是替你们感到惋惜罢了。来，我也唯有惋惜而已了。来，喝酒。你为谁惋惜？就两件事，一个是别人的，一个是我自个儿的。咱先说哪件？那先说王爷自个儿的吧。听说紫禁城要开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这肉还没下锅，您就闻见香味了？不是我闻到味儿了。是永定门外木材厂里的木头闻到味儿了。嗯，什么木头啊？当然是好木头了，20来根，一水的贵州紫檀。正是宫里要用的东西。长的有6-7丈，短的也有4-5丈吧，2-3个人搂不过来。要是开30000两一根的价，不算贵吧？
要是觉得忒便宜的话，开50000两一根儿，我也不能不让您扛走啊。啊，训王爷，您再说说别人的事儿吧。镶白旗汉军都统佟多赖，您知道吗？哼，京城的都统们比天上飞的鸽子少不了几只，上朝见了面兴许认得。您说，他有个小女儿叫佟腊月，是待选秀女，佟夫人想请您高抬贵手，鼎力相助啊。这种事儿，哼，郡王爷，不是我驳您的面子，别找我。这事儿以前归索大人管，现在归您管了，我不找您，我找谁去？哼，选秀女是宫里主子们的事儿，奴才管不了定夺上的事儿。这头两道筛子在您手里端着呢，这筛子眼弄大点儿，这不该漏下去的可就漏下去了。头两道筛子倒是奴才管。这么着吧，训王爷，我把筛子眼儿弄小点儿，您想留下谁我就给您留下，这不结了啊？痛快痛快，吴公公。这佟夫人还有一求。没完了啊，您说，这鄂硕将军的女儿乌云珠是才貌超群。您说谁？乌云珠啊。哎，您说、哎、这乌云珠是秀女里的翘楚，可是在有些人的眼里却是揉不进去的沙子。您给多费费心，把这筛子眼给弄大点儿，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漏下去。您看，哼，难，哼，难。只要您气儿顺，这世上就没您办不成的事儿。您就明说了吧，怎么着才能让您气儿顺呢？哼，哎，训王爷，这把人往宫里头推是积德，这把人往外边踹，不是不让您白踹吗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咱还吞吐什么呀？我估计您也知道，这佟夫人是郑亲王的亲外甥女儿，佟腊月是简郡王的表外甥女儿，这些咱就不多说了。嗯，只要他佟腊月日后在宫里站稳了脚跟，有多少好处还不都是咱们大家伙儿的吗？就算他进去了没站稳，哎，干脆他就没进去，那宫里头不是还有您呢吗？谁敢亏待了您呢？啊，说真的，这日后在宫里谁要是亏待了您，我还不答应呢。嗯，好了，还不走？皇上正眼巴巴的等着您呢。去你的！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如妞，别哭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腊月啊，别忘了你舅老爷和嫉妒舅舅的叮嘱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不要把你身边的人放在眼里。
你要跟你自己说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秀女，没人能够比得上你。听见了，娘，孩儿明白了。腊月儿啊，给娘争口气，也给你出生入死的父亲争口气呀。列好，请开始。蒙吉呼兰托雅，你进去吧。腊月，确实漂亮。你进去吧。叫什么？乌云珠。你也进去吧。好啊，很好啊。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难得呀。冰晶玉洁，
此乃后宫之福啊。同腊月中腊。又出来一个，是啊，看样子在吴姑姑跟前儿应酬的不错呀。嗯，笑模笑样的，我估计这个丫头啊有戏。是啊，她谁啊？啊，好像是乌云珠，鄂硕将军的女儿。哎，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我见过他们。哦，哎，你说她叫什么？叫什么啊？叫花树子。花树。运笔如此轻灵，不仅闺阁之中罕见，便是文臣骚客之间也不可多得呀。嗯，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奇女子。哎，论起这言谈举止，鄂硕将军的女儿比童将军的女儿略胜一筹。这通体气韵更要强得远了。哦，拿来我看看。皇上啊，喜欢颜体流体，不喜欢草书。皇上说过，写草书的人神不定心不静，全是鬼画符。哎，同腊月是汉军旗送上来的，已经中了。乌云珠的娘家又是汉人，气了吧？我跟您说呀，他们那一个个的长得都跟天仙似的，你看，又能弹琴，又会作诗，写的那字儿啊，比那大臣们写的都好。兑点水，涮涮。哦，我在宫北头啊，看见那个画水牛的了。你说谁啊？他叫乌云珠。他长得什么样？他长得，嗨，那脸黑的跟没渣似的。那眼睛就更甭提了，白的多，黑的少，一回头啊，他那吓你一跳。哎，哎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那模样没法看。哎，我都纳了闷儿，他们是怎么混到宫里来的？哎，我估计啊，就是仗着会写点诗、做点画，有点文采。哼，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们。大了吴，嗯，把识字簿拿出来，我要认字。哎，今儿早晨不是刚念了两个时辰吗？您怎么？快拿出来。这。这个字儿念什么？木。对。那要是两个木并在一块儿念什么？林，对对对，那要是三个木落在一块儿，念什么？哎，你别着急，您慢慢想一想。哎，你要是想不起来，你就想想它是什么意思来着。啊，你想想他什么意思？别着急，想想。哦，他们都说你病着。啊，原来是在这儿偷偷的应功啊。哦，奴才给皇后请安，还是那么客气。你也是义工的娘娘啊。早跟你说过，让你跟我叫姐姐，就是张不开口。你要是不张口，那我可先张口了。妹妹啊，咱们俩是同病相怜。姐姐，我来看你来了。
这不就对了吗？来，坐。大老五，你说这是个什么意思？好像是好多树在一块儿的意思吧。表面意思不算个意思，这个森字有深意。妹妹，你看，好比这个是皇上，这个是你，这个是我。咱们仨永远在一块儿，永远不分开。皇上在上面，咱们俩在下面。谁要是想拆散我们，他休想。你知道外面都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宫里在选秀，是，在选秀。还有呢？你们都出去。都出去。出去。都出去。这。皇上又有孩子了。哼，你别看我没在我肚子里。皇上他有孩子了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姐姐，你是在诓我吧？我诓你？那谁诓我来着？谁诓咱们俩来着？我看你是有病了，病得还不轻呢，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。又有孩子了，那我的孩子呢？你知道皇上的孩子在哪儿吗？在哪儿？在绣座一个小娘们的肚子里，还有一个洗衣房一个小淫妇的肚子。你病了，皇上也有病啊。他得的是大病，天大的病。姐姐，他是圣上，咱不许这么说骂他。我偏要这样骂他。放着金枝玉叶他不碰，整天缠着那些狗尾巴草，什么做针线活的了，还有洗衣裳的，他眼里就没一个干净的人儿。那些小贱货在泥坑里打滚，他心里就不舒服，我就闹不明白了。堂堂当今圣上啊，没有这些小贱货，他就不能活？姐姐，您是在骂我吗？妹妹，你是贵人呢，你用不着跟着吃这个心。如今，姐姐和你一样，遭同样的白眼，受一样的罪，我又何必骂你呢？他是皇上，咱们不要怨他。我不怨他，我一点都不怨他，我恨他。妹妹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个月皇上来过永和宫几回
来过几回？两回。咱们去告诉太后，让太医换点有用的药来。你别喝，拿来，姐姐，给我喝，给我喝，给我喝，换点有用的药来，让你两回能怀上，让我一回就能怀上。吴良辅，奴才在。你干得不错。奴才谢太后夸奖。一开始把索大人手里的事交到你手上，这里外里有多少人不放心呢？说的那些话真是不好听啊。奴才明白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你得明白，不管那些话说得多么难听，我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。我早就知道皇上的眼力没有错，你吴良辅是个懂事的人，知道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，而且你还知道应该怎么干。奴才谢太后器重，奴才谢太后奖业之恩。嗯，你不比索大人差，这我心里算是有数了。奴才万死不辞。皇上看过了吗？还没有。慈宁宫在上，奴才也……那给乾清宫端去吧。啊，这……等等。啊，皇上还像前些日子那么调皮吗？在乱七八糟的宫女身上收敛多了。不过皇上龙鳞一日大于一日。大倒是大了，可还脱不了孩子气，没辙。你下去吧。这佟腊月进了宫，有个人可该睡不着觉了。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？哈，您说的对。不光他一个人睡不着觉，还有好些个人都睡不着觉的。哦，只怕人家是高兴的睡不着觉吧。背地里呀，不知有多少人在笑呢。你过来。我就讨厌你说半截子话。好像是把话说完了，可是话根儿还含在肚子里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您心里明白。世间万事有随心的，就有不随心的。啊，让他们高兴去吧，可是别忘了，谁都有哭的时候。您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等新人进了宫，得好好约束约束皇上。爱新觉罗家的种子，满世界乱撒，能长出什么好庄稼来？你说是不是？您的话根儿倒没含在肚子里，可是说了多难听啊。凡是实话
不难听的少。站！撤！撤！啊！撤！撤！撤！镶白旗汉军都统同图赖之女同腊月接旨。秀女遴选已毕，镶白旗汉军都统同图赖之女同腊月荣至一十二位上秀之首，为沐浴太后恩泽事，并为君后钦定位次事，特告知已备，着同是腊月，明日辰时三刻赴慈宁宫准时候见，姿容勿惰，才情俱发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接旨吧。吴公公，吴公公，金茶已备，您稍缓几步再走吧。您的茶留着给大伙慢慢喝吧。二位王爷，恕奴才圣明在身，就不进去给正亲王老爷子请安了。奴才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吴公公，您慢走啊。给老爷子报个信儿去，还不到高兴的时候。我来，在这儿候着。
请你速速禀报安郡王，就说与府里之约有要事求见呢。吕师傅，您怎么了？快去快去啊！告诉他有个老混蛋、老笨蛋要跪地求见。吕师傅，吕师傅，哎呀，吕师傅啊，王爷不在，王爷和福晋昨天就启程去永平的王庄了。有眼无珠啊！